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。如果你对神秘的南美洲心生向往，那么除了巴西之外，智利的私人岛屿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本期分享位于智利南部湖区的 Cui Cui Island。 Cui Cui Island 位于风景如画的普耶湖中，靠近壮观的安地兰卡滑雪中心和普耶维国家公园。这里距离奥索尔诺约70公里，距离该地区机场约50分钟车程，从大陆的私人码头乘船5分钟便可抵达。这座占地约30英亩的私人岛屿上遍布美丽的小径，漫步其间，你可以欣赏到绿松石色的湖水、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以及雄伟的普耶修火山的壮观景色。岛上的植被丰富，主要由原始森林组成，为多种野生动植物提供了栖息地，生态环境十分优越。岛上建筑设计独特，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，很好地保留了自然的原始美感。岛上共有3个小木屋，提供近5000平方英尺的住宿空间，总共13间卧室、32张床、10间全浴室和半浴室。木屋内还设有餐厅、厨房和洗衣房，一间游戏室和一间管理员房。岛屿的设施包括私人码头、观景平台以及休闲区，你可以在这里享受湖边的宁静时光，或在观景平台上俯瞰湖区全景。此外，该物业还包括一艘摩托艇和几艘用于水上活动的小船。Cui Cui Island 不仅是一个放松的圣地，也是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目的地。湖泊及其周边区域适合各种水上活动，如皮划艇、钓鱼和划船等。岛上的生态环境非常适合鸟类观察和野生动物观察。火山和山脉的地形变化也为户外爱好者提供了众多探险路线。无论你是在寻找一个宁静的度假胜地，还是渴望与自然亲密接触的冒险体验， Cui Cui Island 都能满足你的需求，并为你提供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与心灵盛宴。该岛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，目前正在出售中，售价为320万美金。如有兴趣，欢迎私信咨询。我们下期见。